因为今天球队必须要取得进球，看来30岁的姓李慎三有比较重大的责任。好，主裁判萨巴赫一声长哨，双方上半场的争夺已经开始。姓李慎三将球交给自己的队友，左脚完成了一次传中，想头球攻门，外围呢一扣，左脚带打门，哇，没有进。开场1分43秒，已经来了一次非常有威胁的射门。吕鹏再交给奥古斯托，斜传有了，哦，头球稍微有一点正，击穿周座将球得到。姓李慎三在追这个球，传到右边，哦，漂亮，好啊，有了，哇，又是击穿周座，这个球太可惜了。击穿周座，这个球从后场门将和后卫之间的倒脚开始，一路打上来啊，是啊，球传到了真野直章的外侧，打门了。身前身侧都有不少队友，奥古斯托如果要射门的话，怎么也得让门将扑一下吧，还是要强调防守。嗯，奥古斯托，哎呦，危险。34分钟，嗯，第一次进攻组织就取得了进球，长河合辉。怎么说呢？嗯，可惜了。嗯，奥古斯托，嗯，奥古斯托这球是拼出去，还没出界。王刚在途中啊，他停下来了，不能再丢了，算完了。七号完全策动了两次进攻，进了一个球，助攻一次。这个球王刚为什么停下来了呢？奥古斯托纠缠，不敢犯规，然后王刚却停下了脚步，没有回追。七号像疯了一样，带球向国安队禁区杀上去。分析两探，右边一位，吴大宝，危险，顶得比较正。上半场已经打到一半，因为目前来讲他还没有什么一个阵型或人员的改变。哎，巴坎布，哎，有没有？没有犯规，没有犯规。我感觉了下窗可能够呛。是，啊，是，倒三角。没有了，结束了，没有了。姓李慎三打进了第三个球。嗯，下半场我们30多分钟没能取得进球，嗯，然后又丢了一个球。主裁判吹响了全场。